我要问他呀，都把他问一下座啊。你看这样说，这都是国内人的。他一说这话呀，别个听到了，跟方丈说了，这种菜的这个手口气好大，他说除了不问方丈话，一问就给你问一下座。这方丈他是做完这个哈，早餐完他要升座说法了，他的这个一升座说话他就提出来了，他说有一个上座要上文化，那就来问吧。这种菜这源头是都往中间一站啊，请问和尚假醉难方是如何？你看这问着，和尚就答曰了，实在不为缘。原来说实在后怎么了？和尚答，死虽不长龙。问他如何是活水啊，行魔不作浪。这和尚就没话说了，就是下位来，真他真把他问下座了，说啊，上座起码打死老僧袈裟哥，这是禅机。就用这个是那个是能表现，把这个自信的所带的护法表示出来。那古人又说什么？带着不带，天莫带，玄之又玄，外道玄。这禅宗说了，有所带为儒道方面。你说这道怎么修哎？这法怎么问呢？这但有言说独无实意。大家若能就在这有所带为儒道之方面，崔班丛林道场，道场有规矩，有次序，有规格，没有这个就乱了。商店佛堂出口，他问他都有规格。问那个禅堂里得有规格，上个堂里得有规格，没有这个规格了，他上梁他乱了，他就过堂也乱了。也就是说这个他上个堂里也得有规格，上个堂里什么规格？这规格就在了也，他弄成一个规格。按说这个丛林这个上个堂里站的地方，过堂吃的地方，吃饭的地方，它也有制度，这就叫这个了也。它是上个堂里管事主，到时候上个堂里的了也大。课堂里有纸牌啊，有绳子，库房里有当家里副事，那大寮里有点座呀，他是那种点座是饮食之纲，为诺是教诲之纲，首座是说法之纲，
要建立三纲，这有规格。这禅堂里为诺是教规之纲，换算是归公仆，清规界里都是为诺公仆，因为它是纲嘛。禅堂里上正规，大殿里也会上正规，吃饭也会上正规。禅堂里这个位子，这位子要上正规，这个禅堂里边的位子位置，为那位置，这是从一些方丈安的，从位。这两边的师傅为那从位，他有了位置了，他就上正规了。你这个。禅堂里大众师父这个位子，从那个香桌，这算是前边的位子，东单西单在前边的位子，后边的位子，例如这个西单那个第一位置，那第一那个位置啊，那是生子里。这东端那个头个那第一个位置，那是支开。东端生子那个位置，那就是大月中，或者几个月中吃的。你在上殿的时候，你在这个后位。你这过堂吃饭的时候，你也在这后边；你坐香的时候，你也在后边。乱，因为现在这个就这几个人，也没正式的安排。正式安排以后，把这一点事情搞一个，到了冬天了、冷天了。要弄起来，要把这些制度，管他人多人少的，把这制度弄一弄。我看，有些年轻的刚出家的，是当禅学的，禅学，禅什么？学又学什么嘞？学就是学我们这个道场里边这一期的清规，出入安环，上殿过堂，出跑禅堂里边的大规矩，小法则，当值兼职，散香熏香，盘腿子，放腿子，这些制度上规矩了，到外面去上殿也上规矩，去吃饭也上规矩。是禅堂里要上了正规，外边也上正规了。禅堂人座位是乱了，那去上殿也乱了，去吃饭也乱了。为什么乱了？他没有人照顾啊！大殿里、斋堂里都得有僧子照顾，禅堂里得有维诺照顾，库房不能乱呐，就当家里有护士照顾。上个堂里要上正规啊，有寮院照顾，这
个现在呀，好像是我们这个道上的这些制度规矩，这百把年来没有了。你要现在把它弄起来呀，因为不懂得的多，这不容易弄起来，不容易弄起来也算是不容易的事情，都要细心的、认真的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这个修道人呐，要没有清规戒律来管制的话，不行，乱了。外都乱了，内里边那就肯定乱了。你说话你足是乱了，没有上正规呀、啊、你这个话都你是不是上正规了？因为你外都乱了，都从内里乱呐。内里要不起心动念，外头不会乱。哎呀，再言不说嘛，若知心里事，但听口中言。他心里有什么东西啊，他外边都要表示出来。唯义之定，定即唯义。你看那行足坐卧那上正规啊，那些人他内里他不乱，他外头一行足坐卧一乱了，他思想也乱了。那就说你外头乱了，那别个也会知道啊，你思想已经乱了。这处处思想上正规，就是我们看话头，话头已经落实，外头不会放逸。就说以前我住禅堂的时候，有些老禅师傅，他当熏香，他走一个圈子啊，他得一看呐、啊，你哪个人用功没有用功，他就知道，那样不一样。他这个功夫已经上了正路了，走上正轨，他坐那的他不一样，怎么？他的功夫已经落实，外边的音声声响一切妨碍不住，他的功夫已经占领阵地，他不动了。他自然功夫不动，外头什么境界他也不动，是不一样。当禅学禅学就能这个了，把自己的功夫弄一个水落石出，他就身安心安了，他不会乱七八糟的了。就是功夫制度，在自己思想上行动上走上正轨了，他个人就安定了，太平了，啥事儿没有了，一天到晚都在功夫上。这个人呐，那没什么话说的，还说个什么规矩啊？就我们这个思想是乱的，这音声声响有妨碍，功夫站不住，听不住，妄想烦恼多，这没有别的，就是功夫啊被差事。这商店过堂出跑，这几种事情啊，能把自己的信仰
修持在这几个方面能显出来。这个纲领看就看这个，讲也就是讲这个。因为你的功夫没有上正轨呀，在这上殿过堂之中你总有点错，或你暗去了，时间功夫还没做了你走了，说那我这个思想里面你怎么知道的，就在这看出来，看就看这个。出佛这是修福的，上殿是修慧的，坐香这是修慧的，给长途著作一些事这是修福的。要知道道场是修福修慧，以前这禅堂里边或者住两三禅住两年禅堂，规矩也熟了，功夫也会用了，他到外边去陪服去了，或者煮饭呐、种菜、烧大火、烧开水，给常常做一些苦事，名字叫恨丹，这辛苦恨，学普贤恨。我们这一切福一切慧都是我们自己修来的，不是白白的给的，那就是、别人啊结缘几个钱，就是我们有那个福啊，没有福也没有。说我们今天有人供养或者吃豆腐啊，或者吃什么斋，这是福啊。我们这一种功的这一见解，这属于慧。要知道福慧，这个福慧全靠个人，不是师尊之福助慧助成佛来。我们还要实际的知道福能融会，要融合这个修行啊。你要是一点福没有啊，你吃饭没有，你穿衣没有，你住房子没有，你这个修行啊也不好弄。你要是有福报的人呐、吃饭有，穿衣有，住房子有，能融合我们修道，说是福看起来很要紧，没有福修不成，没有慧啊怎么修行啊，没有智慧啊，不明白道理啊，修道的方向不知道啊，没有信心呐、这修行修不成。一定要把自己的福慧，这要紧啊。这到处都是禅堂，这出家的人呐、大部分都是住禅堂，那就是从这个禅堂里出来又到那个禅堂，他那制作轨迹他怎么不会，因为他不立正嘛。以前那就是在下江有金山高明寺天东西天末天津寺，也上海一个黑草寺，
这些地方都是坐香。上面那就有文殊、宝光，它都是坐长香。这个中班呢，又是曹龙班、李尼，就是南岳，它是这个临济跟未央，它搭的班是一样，它是四子四开。这青安山下面它是三子三开，阴晴开经是小开经，中这个阳班是大开，四至四开，一天要阳四回班，子四回经。这青安山下边这些道场，子三回经，阳三回班，早起不止静不阳班，你要自然止静还要开静。这青原山下边这就是曹洞宗，一班一中，两班两中，三班三中，这一共是九下。至三会经还是三十六下。这南岳下它是四至四开，一班一中，两班一中，三班一中，这是靠的。那就是自从啊日本一打仗，这所有的禅堂的制作都不行了，有的年轻的出家去当兵去了，这禅堂弄不起来了，就从那里倒下去了，倒了这么几十年，你好多事情都不知道了，也就是还是那个地方住来人多，几个人他们也好，是想把这中班弄起来，中班弄起来就能怎么靠活也不知道，没有学过呀，也没有看过，怎么能知道呢？这禅堂这些事情啊，非要学不行，有个事情还要摆着手教，不然都不知道。因为还是归元，又还是上了文字，那么就好弄一些。那是口说的，假如他说错了的，那就错了。这事情啊，是啊，因为那个玉女山啊，就是说徐老汉在兰花寺，兰花寺他挂的是临济班，到云门寺是云门班，云门也是三十三开，兰花寺是临济班呢，这是四十四开。要点还在你这个住持或者方丈，那就是说他是个临济，他就挂临济班，他是个曹洞，他就挂曹洞班，就是这云居山曹洞这临济
你看那个云雨山那山，那个离真如寺不远的那山好多塔呀，那都不是跟清源山这个塔，那叫木塔。你这导演组织他那是木塔，他不是一层一层，那不是开山祖师啊，道荣禅师啊，他那也是那个木塔啊。那就是这个清源祖师，他这个塔，他后人他修的，他是谁也不知道，是七层。要跟着涅槃经上这个塔呀，富丽塔是十三层。只有单没有双，那十二层什么那也不行。十一层、九层，那这儿是富丽塔是十三层，比之富塔那不一定，有的说这个十一层，有九层的。我罗汉四层，是指国境之在。这一个指示是唱出来听出来的。是当值要禁止的罪人，因为你是管这个的，你就把这个事情要管好，唱出的安排，唱出的规定，你别说应该管的这个范围，管好，你管这个范围，这个人，这做事的人要团结好，要安排好啊，安排他们的身心啊，清净啊。总来说，就是为了佛法而前进。佛法里面，你像那结缘呐。把大了的财饭弄好啊，大家吃着如意啊，你这是结缘呐。你负了这个责任啊，要把这个事儿做好。按聪明智，不是分一年分两个期吗？正月十五到七月十五，这有的辛苦了啊，要休息休息，这有各种样不同。有的说这个人做这个事儿做的不是么合适，也不能当下就把他去了，不是，要到起头换。这八个纲领，那就是做事情还是差一点。也到起头来换，要大家不觉不知的换了。不能提些意见，那样的弄得这个人不如意啊。这纲领有次之，次之、一之、轻之。是这样弄的，
他这个人呢，要是还是当纲领啊，这个做事情差一点，或者他做哪一样很内行，别在一都这个地方，这叫一职。清职就看这个人呢，平常很好，能给常人做些事，要清早出来。给常人管事儿，这替是谁来替呢？那这个和尚啊，他有些事情他没弄清啊，因为没把这一个人事没弄清啊，用手做督检执着。这跟和尚说说，没人能做什么事情。这个呀，排除私人的观念。你不管他能干不能干，行不行，能不能做到，会有私人的感情，这个不要这样搞，这样搞不行。他们都会有这个呀，或是乡亲的观念，或是自己之间的观念，会有这些。那是谁要是负责哪一个职，你的这个课堂里。他主要的这呢是来往啊去这人身上啊，这个经济付这个债，因为你是付这个债的嘛，你把你那个债人付好嘛，既然唱出清楚来，你来做这个事嘛，你把这人做好，也不要一点事就烦恼了，一点事吵起来了啊，那这样不好。那就是要锻炼自己的忍辱慈悲，为唱出为大众把事办好。那禅堂里边有扳手，有威诺，扳手要时时开开的看，威诺啊事多啊，辛苦嘞，多多调养。这东单西单的时候有些或是脾气不好，但是有这人来调养他，或是为了要执行什么规矩啊，他也刚来出家他也不懂，要在里面要好好说说，反手得有这个宅人禅堂里边活活气息。这为什么要观看半手手里道德慈悲，被自己有这个思想，有这个观念，东单的时候有什么不如意，为那时候马上就要讲讲，在西单的时候有点什么不如意啊，或是防疫啊，在办的时候马上在西单看到就要说说，
按他们以前的制度啊，在大殿上的斋堂里边，在出入官宦还是出破劳动，一出了禅堂门口啊，大殿上斋堂里边都会绳子关，现在好啊啊！以前那绳子在斋堂的大殿的经常还打二八子嘞，这大殿上斋堂上打一根八子，回头禅堂来为那时候肯定要打三个响板，你在外边没有守规矩啊，你要守规矩那绳子怎么会打你嘞？所以有这些制度，有这些次序，大家合作一起来对修行有好处。这是一指，一指这是方丈的责任。这首座和尚也要有些地方也要说说，还是课堂的支开师傅要一度库房去当家，当家的要一度课堂去当支开，僧子要移动在禅堂的当维诺，维诺也可以移动在课堂里当僧子。点座也可以移动在库房里当护士管经济，护士还可以移动这个啊大寮里当点座，这写法书记可以移动上个堂里去当寮员，寮员可以移在啊库房里是还是啊当写法书记在课堂里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一指。一动啊是原来是纲领都一动一下子，是还是当纲领。这些事情要弄的时候要安安静静的，就是说唱出清楚来做事儿啊，这些纲领都属于书记，书记跟扳手这是终身制，这就是啥纲领不当了是书记，办事时候啊不管手作一般到堂主，这是终身制不动了，这个喜堂可以升成手作，后堂也可以升成喜堂，堂主能升成后堂，是这样。书记也可以他生成这个扳手，维诺可以生成堂主，是这样轮流的，这样就这个叫移动。这青纸，青纸它就是
这个四大半首，八大纲领啊，半首跟书记，这都是方丈清理这样弄的。遗旨、清旨、愿旨，总共出八，半首是纲领。负责访谈的次子，次子是这样，或是课堂的当监，或是课堂的主客呀，产堂的委诺呀，次子呢并不是不干，懂得这个啊，又清理心知识，送了位，你这维诺啊，去上殿，产堂坐香。这方丈呢，啊，或者请了维诺啊，有半首给维诺送了位，这么，你这个老维诺呀，或是去当什么，或是负什么债？再离开，没有安排好还不能离开，这是道上。最要紧的呀，你得知道这些制度，知道这些制度啊，自己就晓得，或者自己是个什么知识，哪些事儿是归我管。哪些事不是我管的，你得弄清啊，你弄不清了，他那个事情不是你管的，你要去管，你烦恼，他人也烦恼，这很要紧的。这一个事儿归你管，你都把那事管好。凡是这一个事情，这里面都安排的有人管。这大了的说是哈，主事情的人就是饭头菜都烧火的，管事情的人就是点灯，绳子在这个大了的有主要的责任。有啥事儿跟点座商讨说说，平常啊没有到起头了，最后这个人呢不要挑，孙子跟那个点座或者这个人起了烦恼，要劝劝啊，说说发心啊，或者一个起头再来改变。因为什么呢，你已经干得很熟了嘛，你要再一变人好操心。因为我们是个出家人嘛，自己这个准备要当一辈子和尚啊，这当和尚你要当你就当一辈子，你不能当几天你又换去了，那就不好弄了。你在这个道场里还是负了什么责任，你得一个起头来，你还没有负这几天你走了，场中还要得找人，你看那就是跟着这个丛林制，他有个什么，或者请了你做什么事儿，负什么债，你弄几天你走了，
那要按制度啊，可他们要等上去，再来不留了。怎么呢？常总很对待你好啊，请你做事啊。你怎么弄几天你走嘞？他这里面他又分析你看不起常处，你自然看不起常处啊，常处就不留你了。是这个样啊，这现在呀，可能都没有这个了。我想走我就走几天，我想来又来。那不是以前禅堂的这个就是家乡不进堂了，禅堂以家乡啊，大家都是学规矩啊，你来个生日你进禅堂以家乡啊，大家都是学规矩啊，你来个生日你进来你东碰西碰怎么能行呢？这家乡的这个期间还允许小假，